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音响日常生活频道。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？我要切个镜头。错。今天是音响日常频道一周年的特别企划。频道从2014的10月10号呢，到现在2015的10月10号，已经创立了一年。订阅人数呢，也从一开始的几个人呢，到现在有了12000人。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你们看到我身后这个绿幕，是不是？再把它毁掉。这个就是我最新的工作室啊，这就是英雄日常，台湾总部。那以后我们就会拍摄一些比较大型的东西。感谢有你们这一年来的支持，未来呢还是会继续量产这种没什么意义的影片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那希望你们可以继续的支持我。好，那这一年呢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，那么下集再见喽 ，See you。